牛肉面为什么要少吃啊？一般牛肉面都是用牛腩下去做，那牛腩其实它的脂肪量是很高的。巧克力也不行哦。巧克力也是，它其实就是油跟糖做的。对，油跟糖太多的时候，它就会阻塞我们的毛囊。角毛比较多的人容易秃头，是这样吗？其实包括女生，那么她去测试之后，发现她的那个雄激素的激素它会比较增高，所以她也会长一点点小小的胡须，还有角毛、手毛，所以可能就会容易掉头发。请锁定《养生我知道》，周周来报道。